我们那个九宫格就是会不会到时候就是凑满九个不同的人？我真的觉得可以耶，因为现在算一算真的有好几个，已经真的好几个。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我们的举重女神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家族，我们是一个家族。对，为什么要以我为首？为什么我是家长？我们以在那个资历来说，你可能是前辈。我们今天上新闻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聊一下我们上新闻。哎、欸，是我 take 你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你一件事哦。嗯。就是以前有人说过你像他吗？哎、欸，其实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其实我有哎、欸，大概三四年前开始就一直有，偶尔啦，不是那种，不是像我跟你这种，就是。一直会有人说我们两个一直上新闻。对对对，我们两个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人一直说，但是跟他我是在三四年前开始有人说，然后我才开始去注意这件事情。我们那个九宫格就是会不会到时候就是凑满九个不同的人？我真的觉得可以耶，因为现在算一算真的有好几个，已经真的好几个。就是我们是一个家族，家我们是一个家族。为什么要以我为首？为什么我们以在那个资历来说，你可能是前辈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前辈。而且其实算一算，我应该是里面年纪最大的。我们这家族有很多人，对啊，因为有王彤啊，还有佩嘉，对，你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我们的举重女神，没错，都是年纪比我小的。哎，有人说我们的前辈是徐若瑄，好，赶快自己把 VPN 大 V 加进来啊！还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很多人说我像李心洁，我知道。好啦，我承认我刚出道的时候，但真的很少人说我出道的时候，化妆师有曾经说过有一点像徐若瑄、啊，真的、哦。但是很少人说啦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也不是要，我觉得要真的很像，像我跟你这样这么像，才能够加入我们的家族。